照片哦。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模式，别人家没有，只有我们才有。而且请问数位相机有吗？数位相机有这个模式吗？只有哪一家才有？听我说，以后出门还要带数位相机吗？360度，这个解释，来让我解释给你们听。来，今天你从这里要拍到那里，用一张照片完整它，你的数位相机办得到吗？你办得到吗？只有哪一家办得到？因为我们的全景模式可以让你从头到尾把整个海岸线的风光通通都收在一张照片里面，对不对？对，是不是？有没有很棒？有没有想要买？有，你确定？有没有骗我？所以恭喜刚刚两个礼物要送出去了，想要的举手。好好，奶奶往中间站，要礼物要往中间。对对对对对，很好很好。请问我们有没有全景模式？有。拥有全景模式，让你出门不用带数位相机，只要带一支。只要带一支。HTC。好，那是要还我的意思是不是？来，再往